刚才一样的故事，一样的故事往下听。喂，喂，猴哥吗？我是 Kiki。啊？我是 Kiki 啦。Kiki。对啊。那个，我要找我老公。打工是谁？对，不是啊。喂，是。喂，对，他老婆。对啊，那个。谁？那个潘老师，他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？因为我刚才要找他，但是打他手机，他手机都没接。对，然后那个他跟我说，他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骑脚踏车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骑到哪里啦？骑脚踏车，对，嘿。你们现在骑到哪里了？我看天有点黑耶，好像快下雨了。他现在好像去那个上厕所吧？要不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再打电话去跟你讲。骑脚踏车上厕所是在路边吗？没有啦，像那个骑脚踏车有很多的脚踏车步道啊，旁边都有很多那种公园啊，上一下厕所啊。你们现在是骑到你们是骑到哪边？你们今天是去淡水吗？去淡水啊，没有跑到这里，我们从来这边骑的啊。所以他跟我说他今天是去新店。新店。对，所以你们现在你说去新店。对。他说他跟我现在骑到新店去，新店是刚才啊，现在已经骑到淡水了。那所以你们现在是在淡水那边就对了。那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老公？因为我那个妹妹啊有点不太舒服啊，我想要跟她讲一下事情，这样。妹妹有点不舒服。对啊，我小朋友在家，然后她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要把她找到她。是哦，这样子哦。哎，那你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叫打电话给你好了。你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她。我不想要在哪间厕所啊。你不能直接打电话来他、哦。我说我不想他在哪间厕所。啊，你去打他车下那怎么？你声音听起来还都不用喘，你好厉害哦。我就等他啊，我在等他，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就是小朋友不太舒服啊，然后其实要找他找不到，所以我想说，可能会。他跟我在一起，他是说他跟我还跟谁？他跟我又还有你，还有小庄啊。还有小钟哥，是哦，小钟哥哦，是，要不然请小钟哥听一下好。小钟哥，对，哇塞，小钟哥，那你们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怎么找不到他？不是我跟你说，猴哥，就是我觉得网红最近有点怪怪的啊，就是他最近。怎么可能会怪怪的？你们最近他最近有没有认识其他女生？他认识女生很多啊，他教练的怎么会没有认识女生？我上次去他那个他上次找我去跳有氧舞蹈啊。是啊，我因为认识你应该都认识吧？没有，就他最近有点怪，就是晚上都会有那个简讯传给他，然后他有时候讲电话都会躲到厕所去讲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事情没有，他就说都是跟你跟小钟就是对我们那么没问题啦，所以才想说不然我跟小钟哥问问看好了。但你叫小钟哥听，小钟哥听一下好了，然后我问问他对吧，对不对？那老公现在在厕所里面吗？他去玩了。他出来，他几点出来的？他几点出来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我老公还在厕所里吗？他出来的话，你可以把电话给他。你找他很久了吗？对啊，我今天下午找他都找不到，然后我想说你们在一起，而且都快下雨了，就是都没有接啊。他都没有接。对啊，而且他今天早上进门的时候跟我就有点不愉快，我们就吵架。吵架？那他可能生气，他不想让你知道，因为他不想让他可以让一个人静一静。其实他没有跟我在骑单车的，他大概骗你的啦。好。对啊。
他说吵架是不是？说我老公没有跟你在一起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，我想说他说他跟，他应该会打个电话给我，他现在真的想跟我在一起，那你们是有吵架，他可能不愿意在。你老公的话，这个我认识别的女生，你要先跟我讲，不然等到最后所有人都知道，没有最后一个才知道啊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要担心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是差不多一样的个性，我们两个想聊天，但是有点，我知道他最近可能带小孩子带的有点烦，他有跟我讲啊，他说他快受不了，撑不住了，我们还发简讯给他说你要撑住，这是辛苦的负担啊。他没问题，前两天跟他上节目，他还是那个最好的，你担心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现在这样，对啊，就小孩子还这么小，然后万一发生那种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不会，而且他之前就是怎么样，我扁他，因为我跟他聊了蛮多事情的，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变得一个很好的，他什么事情，虽然说他比较喜欢他女儿，也在电视上这样的讲，不过我觉得他还是，你看我们这么好，你们这个来月的时候多开心，我们都去了，大家都很开开心心的，你不要往那边。好啊，沟通比较重要，真的沟通比较重要。那我再打电话找看好了，看看他在哪边。我帮你找看看好了。那你再帮我找，如果没有联络到他，你就跟他说那个，就是我要找他，请他赶快打电话给我。我要臭骂他一顿。好，谢谢恒哥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把自己的先不要想太多，一般都是多担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恒哥，拜拜。好，不会，拜拜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洪阿斯他不讲谎话，他很难受。对，可是他抓到一点，因为刚才当 Kiki 说你跟他吵架以后，他就有理由可以讲。对，他就马上就讲说啊，那是因为他一边吵架，所以呢，他故意骗你，他只是去散心。要不然他憋了多久啊？他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骑脚踏车呢，然后就要问小松说：“小松，我还不知道他在哪一间厕所，有这么多间厕所吗？从小一起夹都是两个。你是以为我们都没骑过脚踏车吗？他几点出来的？好，接下来看洪哥应该要打电话给找，没有，对，我们等下看，快来。不过刚才那过程。”戴女儿真的很累哈、哦，是真的受不了哈、哦，没有帅不帅，任他乱讲，没有快受不了，那个真的很累。他真的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都给你做啊？对啊，其实这很 OK 啊，那没什么关系。我是觉得，洪哥，你要去吃一些东西呢，让自己脑子记忆怎么那么差呢？他什么时候跟我出来的？他去哪里？你刚才自己讲的，我跟你一起聊的，而且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我看那逻辑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谎，老师，前面讲了跟后面两个完全对不在一起，你还好意思讲人家？因为你那个朋友变成这个样子，他没有办法圆谎，他是为了你好。是找我的朋友比这情况 OK 吗？对，我们大家就看一下，如果要是等一下在社群跟资源过程当中，如果要是洪哥有打电话啊或者什么的话，我们就先接，好不好？跟大家传简讯。好的，好嘞，两位请问，谢谢，好。白云根本不用考虑，他肯定满口胡说八道。对啊，他一定也是哦，志远哦，有在跟我烧烤，是挺兄弟的。白云哦，就说白云吗？白云呐，白云比较精彩，真的。白云哦，鬼话连篇。好，对，来，鬼话连篇。你平常跟白云会去？你平常跟白云会做什么？没有，白云哥平时很少碰面，但是碰面的时候，其实最近都没有。你们会约？对，他们说就是很有，我需要他帮我去，打炒个气氛啊，来主持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直接先讲说那个，因为志远出去了，那他跟你讲说他跟白云约在外面。对 ，OK， 喝咖啡。如果打他电话都不接。对，打电话都不接，好吧。白云，大家都不怀疑，他一定会帮你 cover， 只是他会离谱到什么程度啊？唐毅啊，来后盖，坐飞碟，太扯。应该不是在那。喂，白云哥。是。白云哥，我是秀琴，在忙吗？秀琴，OK， 有空没事，来你说。那个，我要找志远呐，然后因为志远说跟你约这样，那因为打他电话没有通，对啊，他跟我说跟你3点约见面。志远有跟我约啊？嘿呀、啊！哎呦，他没有跟你约吗？是
我想一下，好像有啊，我忘记了吧。啊，他跟我讲说跟你三点约啊。他有跟我约三点了、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是三点啊，他有没有说三点约在哪里？远气，他说约在远气。林秀琴委托找老公，白云胆战心惊出烂招。你再打给他，你不要跟他说我找他。在哪里？远气，他说约在远气。我跟他去，我们两个去远气谈自己啦。对啊，没有吗？我想一下，应该是我太忙了，我真的也得忘记了。有远气了，我们去三点了。那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要去远气的吗？那个我在路上去朋友那边，但是你现在讲的话，那我可能要赶快过去哦。对，为什么你要赶过去？啊，志远没有跟你通电话吗？他不是有跟你约？但是我有点忘记啊，真的，伤脑筋。你怎么忽然打电话？他有吓得要。可是那个志远跟我讲，他两点才跟你确定的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两点我在干嘛？我刚才两点跟朋友在吃饭而已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所以他没跟你约，是不是？应该有啦。白云哥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你不要骗妹妹啦！你老实跟我讲，他到底有没有跟你约？他有，他应该有跟我约。对，那天打他电话都打不通吗？都打不通啊！他就还跟我讲说，他电话快没电，如果没电的时候就直接打电话给白云哥。啊？这样啊？那我跟你讲，我待会就我去远去，然后待会跟他碰头，我叫他赶快回电话给你。不是啦，因为哈，其实你知道我最近跟志远有点小事情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最近真的是怪怪的，然后都常常会找不到人。你也知道我母系社会怎么可能会让我找不到老公？对，你们那个原住民母系社会哦，不能让他找不到老公吧？对啊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然后。因为我最近都在台北，就工作比较忙，我比较少回去。然后店里，就店里员工才跟我讲说，其实老板不常在店里，最近这样。啊，会这样哦。嘿呀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可能喜欢自己当公关部的主任嘛，他就总要去跟人家，对不对？这个哈拉一下，这店里生意才会好嘛。没有啊，可是啊，他常跟我讲，就店里很忙啊，他就常常就把电话就挂掉了。那我有时候因为我有远端嘛，就看，哎，其实有时候他都不在店里啊。啊，我最近看到他简讯里面就有常跟一个女孩子年轻妹妹在互动。哎呦，那逢场作戏的嘛，你知道，你每天固定你会闷嘛，闷难免的，就有妹妹跟我们。白云哥，你跟我聊。白云哥，都结婚了，你怎么还有逢场作戏这种事呢？就是结婚才逢场作戏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是他跟我保证，他不会在外面玩呢、啊。啊？你说怎么样？他跟我保证，他不会在外面玩呢、啊。可是我就。最近看到他真的就怪怪的，你看，而且他现在又跟我讲他跟你约三点，现在都三点几分了，都三点半了。因为我现在我在路上，我没有过去，你这，哎，我自己太事情太多，都搞混了吧？哎，对，丹哥。对啊。我觉得我老公，你说什么？我觉得我老公根本就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他其实根本没有跟你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不是你老公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对了，他就是有点勾一勾一啊，应该不会啦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一直这样子，你看从之前这样子打球啊，什么那么多莺莺燕燕，我这样我真的觉得哈，结婚快十年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我看那个事情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公众人物的悲哀啊。